退出中国国民党。今年八月退党，前高雄县长杨秋兴已经不是国民党员。看见蓝营大佬联署登报声明，呼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和韩国瑜团结拼胜选，成了郭台铭决定退党最后一根稻草。po 文直接开呛。看到中国国民党的广告令人啼笑皆非，国民党的大佬诸公们至今还看不清整个局势吗？把一票大佬通通骂进去，包括亲笔签名的前总统马英九。各位，在我上任之前，韩国瑜新北造势，马英九出席站台，话没说完就被嘘下台，场面尴尬难堪。po 文开呛的杨秋兴自曝曾经接过马英九来电，在宣布退出国民党当天就被党部开闸。前总统马英九电话中问，和韩国瑜的恨怎么这么深？杨秋兴直说不是恨，精准来说是忧愤，感叹原本2020一盘好棋被韩国瑜私心毁了。连帮助过韩国瑜都会觉得现在对他来讲非常的刺心，不管他是什么目的。但高雄市民的忧虑是，韩国瑜这样的人格特质，说话没有诚信，施政没半步。绿营议员直言，杨秋兴从挺韩到呛韩早已不留情面，连人在美国探亲都要隔海po文炮轰国民党，与蓝营的情谊恐怕也回不去了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翁玉文高雄报道。